他现在场上已经剩下两位，一位是本尊，一位是天蓝色的无敌。今天我们排在第四位会是什么颜色呢？排在第四位就是天蓝色的无敌同学，已经很棒了，恭喜小刚。我觉得他就是唱的那么嫩一点，对不对？但他还年轻，对对对，好好练。你刚刚唱歌的时候，粉色会比你好得好，在他对歌曲内容的理解，可能对他的故事以及他的人生感悟上，会比你听上去更像懂那个味道。谢谢你，无敌，谢谢老师，请你继续加油。好，谢。好，谢小刚，请站在本尊的位置。好，也恭喜两位胜出者。请非常准备上，好，谢谢三位可爱的评审，请离场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将有两位的模仿者和周传雄同台 PK。天下无双，欢迎收看由中国销量第一的电动车品牌爱玛独家冠名播出的爱玛天下无双，电动车选爱玛，爱就马上行动吧。现在身边的这位是音乐才子小刚同学。大家好，我是周传雄。小刚，我们刚刚经过了三轮的 PK， 是每一位的模仿者都用尽全力，用他们的真心真意来做每一次的演唱和模仿，对吗？没错。现在这一轮的比赛，我们要请上的是你的亲密好友，也在里面。真的是好朋友的话，他一定不会听错。啊，是，对不对？如果听错的话，他就不是我朋友。